白莲遮天，暖雪降世。坊间皆传，是因为龙帝与当朝四大家族虎、猪、龟、鹤逆天而行。神明降下天罚，人间异象横生。娘，你看，这雪是暖的。息天怒，必诛世家。刀足且长，而必慎行。你总算回来了，狼家的部队向我们发起了突袭，佛堂危险了，赶快回去看看吧。
找乐子了。受到伟大慈母祝福的人，将会超越生死轮回，不畏死亡。母亲会一次次不辞辛劳地将你再次送还阳世。又来了。